八愿相应，就是这样啊。如果不是念念发菩提心，怎么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？阿弥陀佛就是希望众生去极乐世界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念念要跟阿弥陀佛相应啊，就是一念相应菩提心，念阿弥陀佛了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哈，下课。Oh, sure.